轻轨东线全长约 7.65 公里，由关闸至氹仔共有6个车站。 ES1 站位于马场北大马路对开海床，设有行人隧道连接出入口，其中一个连接关闸广场，乘客可以由口岸步行至车站乘搭轻轨。 ES2 站位于友谊桥大马路对开海床，在新城 A 区设有3个车站，分别是 ES3、ES4 和 ES5 站，皆位于中央绿化走廊地底，各个出入口和两边的住宅区域相连接。ES3 站位于新城 A 区的北面，而 ES4 站位于中间位置，在设计上已经预留空间，被将来新线接驳至港珠澳人工岛。 ES5 站位于新城 A 区的南面，经过这个站进入海底隧道，而且通往新城 E 区，连接新城 A 区和 E 区的海底隧道，在恶劣天气之下亦都能够提供快捷和舒适的跨海服务。新城 E 区的 ES6 站是轻轨东线的尾站，将会兴建过渡段和氹仔线连接，并且接驳到现时的氹仔码头站。轻轨东线车站位于地底层，可以腾出更多的绿化空间，善用土地。车站将会设有无障碍通道、洗手间、自动电梯、空调、自动幕门等，为乘客提供舒适快捷的旅程。一般车站设计主要分为3层，地面层是出入口和出风口，中层是车站大堂，而下层就是月台层。兴建轻轨东线对本澳有相当的效益。第一，为澳门市民提供快捷和舒适的交通服务。第二，东线将会成为第一条连接澳门半岛和氹仔的海底隧道，为市民在恶劣天气之下提供跨海的交通服务。沿线接驳氹仔线约15分钟，乘客就可以由关闸乘坐轻轨去到氹仔码头站，大大提升市民出行的便利。